2013 SDM 周年汇演假在于香港演艺学院已经在8月16、17、18圆满结束。当日台前和幕后的工作人员对一大清早已经为汇演准备就绪。近千名的学员和老师也都非常认真，为最后的总彩排做好准备。SDM 也是首间儿童舞蹈学院能够踏足香港演艺学院这个大舞台。家长们的鼎力支持，热烈门票一早已经全场售罄。就让大家重温当日的精彩幕后花絮啦。大家好，我是院长啊，咁好开心啦，见到咧，琴日啦，同埋大前日嘅相片啦，都见到啲小朋友变得好精彩啦，无论系舞蹈表演啦、唱歌表演啦，或者 drama 方面咧，都做得非常之好噶。咁我喺呢度咧，就继续预祝大家咧系做一更加好嘅 show。我好荣幸可以今日嚟到 join 呢度嘅 party 咯，咁希望咁多小朋友继续努力啦，好衷心咁恭喜 SDM 嘅同学仔，咁有机会咧嚟到。演藝學院的 Lyric Theatre 來到做我們的周年演出，你們加油啊！咁啊，好榮幸啦！今次出席呢個愛心大使啦，同埋咧亦都做你哋嘅評判觀眾啦。咁好開心啦，見到咁多小朋友，其實 SCM 咧咁係對小朋友嚟講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即係可以學到舞蹈啦。咁亦都可以係對佢哋身心發展都好好嘅。咁今日嘅小朋友咧，記得咧俾心機表演，我會支持你哋噶。我係 Auntie Candy 啊！趁住呢一个 SDM 嘅周年汇演同埋呢个颁奖礼咧，我祝 SDM 咧系演出成功。嗱，今年咧我哋好有幸啊，嚟到呢个 APA 啊，喺一众我哋嘅呢一个演艺界嘅朋友嚟讲咧，能够踏上呢个台板咧系一种荣幸。咁今年咧我哋咧比旧年咧系有更加好嘅硬件，亦都咧见到咧大家嘅全程嘅投入，有更加好嘅呢一个条件咧，能够再上一层楼。We think we can dance。多谢。Kelly Jackie 陳曉琪，咁今次好開心啦，可以同 SDM 一班學員啦一齊去作佢哋呢一個週年嘅一個表演啦，同佢哋一齊去訓練嘅過程咯，已經見到哇，佢哋熱愛舞蹈嗰種嘅愛咧，係真係好大嘅。咁希望各位小朋友、小主角，你哋咧要保持住你哋每日都咁開心、開朗咁，同埋可以。將你哋對呢一個跳舞嘅熱誠繼續延續落去。今日已經嚟到我哋第三日表演啦，睇咗兩日之後係非常之精彩啊！我哋今日嘅表演應該都非常之會好嘅，咁啊 ，good show， yes。
哋数艾菲艾琴丹萨今次周年汇演咧，我哋第一次嚟到 APA 喎，大家开唔开心啊？我哋创作纪录啊 ！APA 咧从来冇咁多小朋友嘅舞蹈演员喺度噶，你哋好劲啊！俾掌声自己先。